五一劳动节农历是3月23号，刚好是妈祖生日。台中六方妈很特别，搭台中捷运绕境进香。六方妈就在乌日这边高铁站、捷运站共购。有了捷运之后，生日绕境就是搭捷运沿线祈福，车厢内有了贵客，吸引其他民众目光。庙方人员抱着妈祖神像搭捷运，妈祖两伞也一起进车厢，就一路从台中乌日坐到台中北屯举行法会祈福。另外，在彰化园林广天宫，同样是庆祝妈祖生日，庙方举行钻轿角灵美金祈福活动，准备了总共1600张，包括1元、5元跟10元的美金当钱母，吸引将近2000名信众。庆祝不分大人小孩都想获得妈祖保佑。庙方说，妈祖祝寿活动已经连续举办13年，今年还注册“美金妈祖”这个美名，希望信众们能够平安发财。TVBS 新闻陈志忠、陈琦、许佑翔，彰化台中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